冇哥，哦，赖比路啊，我啱啱执好晒啲嘢啦，喵，唔辛苦咩，冇哥？吓，嗯，可以啦。虽然我都好中意做嘢，但系每次一谂到我翻唔到屋企，就觉得辛苦啦，喵。屋企系咪真系你出世嘅地方啊？系同我挚爱一齐生活嘅地方啊，喵。挚爱啊！今日真系好多谢你啊，喵。可以同蜡比路一起做嘢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，喵。现在是我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刻啊。听住啦，各位，要好好记住我教你们的时装心得啊。知道。在我下次来之前，你们要好好地储钱啊。知道。敏红小姐，要你咁远嚟辛苦晒啦。呢度最近唔太安全，不如就由罗奴护送你，直到你过咗座山啦。我哋都要跟埋去。吓、啊，我冇话想跟埋去、啊。莫哥，今日真系好多谢你啊，喵！可以同蜡比路一齐做嘢，我真系好开心啊，喵！要同蜡比路分开真令我好难过、啊、我心好像就裂开咁啦。不过有啲嘢就算想讲，我都唔可以讲出口噶，因为咁会令到蜡比路好困扰噶嘛。我都系，只要一谂到要同莫家佢分开，个心就好似裂开咁啊！好痛啊！蜡比路，我仲谂住叫你过去添，粉红炸弹佢要走啦、啊。这个是你的，是布洛阿姨整的欢送食物来的。哦、啊、是冬甩来的，你不要啊？你吃了它了。真的的，好东西。你不是发烧啊？重大发表啊。我决定跟莫家一起离开这条村啊。哦、啊、我要走了，刘德。